学。请看经文第七段，先少世界，如来名号第八句啊，第八句看起，或名大仙师，仙师在中国古时候一般人都非常向往，非常尊敬。在中国民间大家都很熟悉的有所谓八仙，他们可以说是仙师的代表。佛在他们这个族群超胜很多，加一个大啊，大仙师，这是对佛的尊称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非常明显看出佛家多元文化的教学。明显的做出了榜样，佛在仙道就变成大仙师了啊，为众仙之所敬仰，为众仙之师啊。从这里我们看出佛法的圆融，佛法的自在，佛法活活泼泼，它能够融入一切众生的社会，跟他们和睦相处，平等教化，一丝毫成见没有，一丝毫分别执着没有，这个名号给我们这些教会啊，提醒我们了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整个宇宙是和谐的，昨天我们在格里菲斯大学听教授给我们做出的报告，报告里面提出现代人观念当中啊，跟自然脱节了，以为真的是人可以胜过大自然了，人似乎不是大自然的，
大自然应当由人来主宰。啊，这他说明啊，这个现代人的这个意识形态啊，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错误。其实，人也是大自然里面一份子啊。不能够跟大自然脱节啊！像大自然当中许许多多的动物、植物、生物一样，人跟他们是平等的，没有什么特殊啊！要和平共处，这个理念呢是正确的。跟佛法相当接近，这一些教授、科学家，如果要有缘分呢，来学习《华严经》，我相信，对他们的境界，肯定有大幅度的提升。会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启示。先人最重要的给我们一个认知啊，先人寡欲，先人少欲，先人已经把一切欲望断除了啊！我们一般讲的是放下了，没有欲望了。老子说：“无欲则刚。”又容乃大了啊！那么可以说，先人呢，就是这八个字的写照啊。学仙要从这里学啊，念念呢，为众生着想。这个道教里面有个传说，八仙里头汉钟离这是已经得道成仙了。有一天遇到吕洞宾吕洞宾还是个凡夫。钟离跟他讲，学仙要修3000桩善事这是你的基础3000桩善事，你才有条件的学仙。汉钟离问吕洞宾，你想学什么？吕洞宾说：“天下穷苦的人太多了，我想帮助他们。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”钟离就跟他讲：“我可以传授你点金术那你就有钱了，有财富了。点铁成金他有这个法术，能够把铁变成黄金。
吕洞宾就说了：“啊，这好啊。”他说：“这个铁变成金了，他将来还会不会这个金又变成铁了呢？”钟离跟他讲：“会，但是要500年之后。”这个金啊，又会变成铁。吕洞宾一听之后啊，他说：“我不学了。”钟离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那我不是害了500年之后的人吗？”韩钟离给他讲啊。就是你这一念，你的3000桩善事已经圆满了，你有资格修仙了。以后吕洞宾也成了八仙之一。这是说明人的善念。意念实在讲不止3000善了，意念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这个善念善功是无法计算的，随着你的心量扩充啊，你的心量越大，善念就越大。心量真实，你的善念真实。你看一般人学仙真的要做3000桩善事，袁了凡接受云谷禅师的教诲，发心修3000桩善事，10年才圆满了。吕洞宾是一念，那么这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。事出世间，学道的人心没有超越六道啊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呢，把仙也列入一道啊，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讲七道，这很少的，六道再加上一个仙道，平常佛不说啊，不说什么原因呢？天游在天道里面，天仙那就合并在天道了。人道里头有仙人啊，人修成的那就在人道了，畜生道里头有畜生道里修炼成功的仙人，他能变化那就归畜生道，不另外列一道，如同阿修罗一样阿修罗除地狱没有阿修罗，天道、人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都有阿修罗所以
许许多多经典里面呢，讲五趣轮回，啊，那就是阿修罗在哪一道，就归哪一道，不另说。那么把阿修罗算成一道呢，都是讲的天，天阿修罗。那我们讲仙呢，仙通常讲的是天仙，人间的仙人。啊，这是楞严经里面把它列入一道。那么这些都是开合不同。展开来讲七道，归纳起来讲五道。啊，五跟七说法不一样，内容没有差别。先是心地清净慈悲，啊，只有利益众生，没有想到利益自己。啊，人有这样的心愿，可以学宣了啊！啊，那么在这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，就是今天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学。啊，佛能够融入各个不同的族群。啊，我们把六道、把七道看作七个族群，啊，六个族群，佛能够融入各个族群，完全跟他们同化，啊，这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啊，佛要教化仙人，啊，观察仙人的根性，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啊，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，他能信能解，佛就现身了。这个能信能解是感了，佛自自然然就有应了，啊，应作大仙师的身份。教化这些仙人呢，帮助这些仙人提高境界，超凡入神啊！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就这么一桩事情。啊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一大事因缘，啊，佛出现在世间啊，无论出现在哪个世间，无论出现在哪一道，都是这一桩事情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总的来说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，啊，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佛法哪来的迷信呢？没有迷信啊！再看下面第九个名号。或闻开导业，业是四业，啊，这个字它的意义我们要搞清楚，因为在佛法里用的太多了，啊，我们一般人
都会以为自己啊业障很重。啊，到底什么叫业障呢？能说得清楚、说得明白的人不多啊。含糊笼统，啊，我业障很重啊。业障不能消除啊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不能消除呢？不知道什么叫业障。啊，警察去抓贼，首先要认识哪一个是贼呀，你才能抓得到啊。你要不认识，到哪里去抓呢？啊，那我们消业障啊，亦复如是啊。你首先要晓得什么叫业障，你认识业障，你才能把业障消除。你业障都不认识，你怎么消业障？啊，业通常我们用事业连起来讲，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啊，起心动念意业的造作，言语口业的造作，身体的动作身业的造作啊，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。你在做什么事啊？事情做完之后啊，就叫业。佛法里面叫业习种子。啊，就是你造作的这个事啊，这个事有善有恶有无忌啊，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恶，身口意所造的一切业归纳起来也就三大类啊，啊，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。这个业习种子呢，就藏在阿赖耶识里头。阿赖耶识啊，是你个人的资料库、档案室啊。不但你这一生的造作，通通储存在里面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，所造作的业习种子通通储存在阿赖耶识。阿赖耶像仓库一样啊。啊，所以翻成中国翻作藏识。啊，这个藏就是藏啊。啊，说明这个识的功能，它是含藏一切业习种子，像仓库一样。这个仓库没有形象，含藏的种子也没有形象啊。佛在经上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所造的业啊，不管你是善恶业，如果这个种子要是一个体积的话，啊，它有色相，这个色相再小，小的像微尘一样，像极微之微一样，每一个人无始界以来呀，所造的这个业习种子，尽虚空都容纳不下。
佛讲的这个话真话了，一点都不假了，老实话了，一丝毫不过分的。那么好在夜袭种子没有形象，藏石也没有形象。你要问藏石多大呢？虚空法界有多大，你的藏石就有多大。这个话说的没错，实际上我们很难体会啊。为什么说很难体会呢？我们观念当中所能够认知体会到的虚空法界是非常非常有限。啊，虚空法界的真相，我们在华严经上得了这么一点讯息，重重无尽啊，无量无边啊，这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啊。啊，微尘里头有世界呀，世界里头有微尘呢。微尘里头又有世界，没有止境啊！啊，你从这上面去体会、去思维，啊，阿赖耶识到底有多大？才能得少分的概念呢？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到底有多少？一切诸佛，成说、差说，也说不尽啊！啊，虽然它不是色法。不是无知，啊，他们有形象，但是他确确实实有，确确实实存在。空在色里面，色在空里面，永远是交融成一体。我们自己啊，这个身心跟宇宙，宇宙之中所有一切的生物，那叫有情众生，无生物叫无情众生，有情无情是一体，不是二体啊。啊，有情跟无情实际上来讲呢是分不开的啊。这当中并没有界限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讲，你能说植物没有情吗？你能上这个泥沙石头没有情吗？很难讲啊。到什么时候
我们才能真正明了诸法实相，啊，宇宙人生真相啊。诸佛菩萨所追求的就这一桩事情啊，经上讲的彻发圆谛呀，啊，菩萨之所以能成佛，说老实话，就这一个求知的欲望。他要把宇宙的根源真正扎到。我们在这个世间，你看到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，啊，他们有很了不起的成就，啊，成就智慧的能，啊，什么因素他会成就呢？我们可以说，求知的这个愿望，啊，也可以称它为愿望，啊，他除这个之外，其他的什么样的欲望都没有，就是求智慧。生生世世，锲而不舍，啊，他成就了。这个里面帮助他的、引导他的，是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了。在初学这个阶段里面，化身菩萨帮助很多。将要到究竟圆满的时候，诸佛如来一定促成他的究竟圆满。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四弘誓愿里头就这一愿啊。啊，最真实最圆满的一愿啊，那你要想成这个佛道，你首先要断烦恼，不能够带丝毫烦恼，你才能成就佛道。那么你要断烦恼，你不能不学法门，你不学法门，你就断不了烦恼。就是上上根人还是要学还是要求善知识教导啊，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这中国人都知道，他的成就确确实实方东梅先生说的空前绝后啊，在中国历史上过去没有见到这种人啊，
慧能大师一直到今天，将近1300多年，这1300多年当中没有发现第二个，往后大概也不会发现。是方东美先生的话，但是他还是要老师指点呢。你看看他卖柴，听到人念《金刚经》，他心里面有所领悟，还要到黄梅去参礼五祖，接受五祖的教诲，这大彻大悟啊！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。上上跟人好交啊，一点就通了，不费力啊。中下跟人交得很辛苦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心不清净。你跟他不论讲什么东西，他总是半信半疑，那个疑很糟糕啊。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，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，所以把它列在根本烦恼里头，贪嗔痴慢疑。他不相信啊，老老实实说，对于经教、佛菩萨善知识所讲的这些道理，他真的不懂。那么他讲的修行方法，他一点都不怀疑，依教奉行，这种人成功了。对于理论方法境界彻底通达明了，上上根人呐。对于理论境界一无所知，对这个方法他能够相信，他也不去讲这，去研究这个方法到底是对是不对，他没有这个念头。你怎么教他就怎么相信，这是下愚啊。我们在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里面看到，许许多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下愚之人，他的成就不可思议。就是相信啊，老师讲的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凭这个成功了。这个经教理论太高深，到极乐世界再去请教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不一样了，修学的环境不相同，我们讲磁场不一样，那个环境是最殊胜最美好啊，人入那个环境啊，就开智慧，真的是烦恼轻，智慧长。阿弥陀佛，诸上善人，
诸上善人是指的等觉菩萨了，他们来给你讲经说法，豁然大悟啊！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必须要像祖师大德讲的死境偷心呐、啊、偷心是什么呢？投机取巧的心理啊，侥幸成功的心理不能有啊，这个东西是障碍啊。老老实实依教奉行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啊，静待给我们实现的。地贤法师锅炉匠那个念佛徒弟，民国初年，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。近代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人，他们能成就，成就在什么呢？信心。人一个人语言成熟了，甚至他自己并不晓得，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他成就了啊，到时候一定来开导他。他见相闻法就能够信受奉行，没有一丝毫怀疑，没有一丝毫犹豫，他成功了。开导业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啊。戒引众生，有时候一个人，有时候许多人啊，一个团体，正如同舞台的表演一样啊，有人表演独奏啊，让你欣赏，有些时候啊必须要合奏，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，几十人在一起表演，到底是独奏是合作呢？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啊。佛菩萨受持读诵
为人演说，不是定法，这个是讲原理原则，要看众生的时节因缘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那个表演是合奏啊，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啊。经典上记载的，他这个团体1255人啊，通常讲1250人。就讲整数了，那个五就省掉了，实际上是1255人。这在一起表演呢，这里面有表演正面的，有表演负面的，就像舞台唱戏表演一样嘛，有装白脸的，有装黑脸的，白脸是善人嘛，黑脸是恶人嘛，在这个中国戏剧里头，白脸是恶人，黑脸是善人。包公是黑脸的，曹操是白脸的，那么在佛法里面呢，白代表善，黑代表恶，是白夜黑夜，它总是有正面有反面的，这两个对比，你在这个里头看智慧没有善的那一面，怎么能显出恶？没有恶的那一面，怎么能显出善？善恶对比，你才了解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中下根人得离了。上根人呢，在这个表演当中呢，他看得深，看得广，把这个善恶看成平等了，看成一如了，高明啊。善恶都是教化众生的，善恶都是善呢，无有不善呢，那就其如道，性本善了。性本善在什么地方显示呢？在善恶对比里的显示。绝对不是说非恶非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善恶通通是善。这个时候你真正体会到的时候，心本善。你的心平等了，你的心真诚了，知道那是用，那是手段，那是启发众生，帮助众生呢破迷开悟啊。真正其如
学习境界，那就是善财童子。我学习已经契入学习的境界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讲呢，学而时习之，入境界。没有入境界，你不能把学的东西变成自己的生活，你脱节了，这个不行啊。你所学习到的东西是跟自己生活是一体，不但跟生活是一体，跟自然环境是一体，跟整个宇宙是一体。与整个宇宙合成一体的佛境界，跟自然环境融合一体呢菩萨境界。开导业，这个话要用现在话怎么讲呢？就是多元文化的事业，多元文化的教育事业。多元文化的学习事业，这都是属于开导业。从哪里做起？从自己本身做起啊！释迦牟尼佛是从本身做起的。再看他的学生，菩萨声闻，乃至于佛法在中国。我们从文字记载里面，你去看看历代这些祖师大德，一直到近代，印光大师、虚云老和尚，我们亲眼所见到的，亲身体会到的，李炳南老居士在家学佛的，他们入境界了，他们真正做到了。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啊，他真正做到了。我们尊敬的张家大师，我跟他三年了，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，跟李老师那天天见面。天天在一起，他的生活，他的言行，他的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无一不是开导业，从来没有替自己想过，念念是众生的。念念是正法了，怎样帮助正法久住？怎样帮助正法弘扬广大？
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世间人太苦了，从来没有替自己想过。这是开导业。现在时间到了。